那么，这个失踪的脑袋碰巧在公元前5世纪的废墟中找到了，这个就有趣了啊。那么，考古学推测这怎么回事呢？他说：“This head must have been found in classical times and carefully preserved。”说这个脑袋啊，must have been 还是对过去推测了，一定是在，这个古罗马时代就被发现了。咱们说了，古罗马时代就是公元前5世纪，有这背景。哎，他为了避免再次出现 the fifth century BC，换成了 classical times。Classical time 也就是 Roman times，那么在第十行出现过 Roman times，这里做了一个替换，都是一样的，并且呢，and carefully preserved 后面省掉了 and must have been carefully preserved，肯定是得到了仔细的保护了。这 must have been 用一个就行了，这个保护保存是个重点。本文中用的是动词 preserve，但保护有好几个词，这个词注意场合。这个 preserve 强调 keep something in good condition，把某个东西保存在完好状态，强调保证质量不下降。keep something in good condition，处在良好状态，状态质量不下降。看一些例子：preserve one's eyesight，保护视力，让视力不再下降。像李老师从小就没有好好保护视力，那近视眼了。preserve food，保存食物，在冰箱里面食物不烂掉，这是处于良好状态。In good condition，对吧？但是保护保存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conserve，这个搭配和这个强调的意思就不一样了。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下，先读第一个 preserve，注意是发 z 的声音，再读第二个 conserve，中间发 s 这个声音。这也是保护，这个强调保护什么呢？它强调保持数量不下降。第一个 preserve 强调保质，conserve 强调保量，数量不下降。咱看例子。Conserve wildlife，保护野生动物。Wildlife 保持野生动物泛指不可数的，什么金丝猴啊，什么朱鹮呐，什么大熊猫啊，让它数量不下降，保持数量。像 conserve resources，保护资源，像森林呐，像淡水啊，保证数量不再减少。这个保护用 conserve 更好一些。那还有一个拼写和这个含义都类似的词汇，我们再大声读一下：reserve，reserve。中间又发 z 的声音了，这也是保护，但这个词一般多强调呢？一般多强调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来使用。为什么保护？留着未来使用。这个时候用 reserve 更好一些。比如说 ，reserve your energy for the climb tomorrow， 养精蓄锐为明天爬山，保存体力。为什么呢？明天要爬山呢，先保护起来，先不用，对吧？再比如说，咱看商品后面往往包装袋有这么一些字，叫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的权利后面加过去分词，都是被保护的。为什么被保护用这个词呢？以前你用没关系啊，从我注册开始，包括商标啊、图案的名称啊，以后不许别人用了，以后都是我用，所以用 reserve 这个词是对的，表示以为将来来使用，有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甚至我们可以多看几个这个例子，比如说这句话 ：“I reserve the right to disagree。”我保留持不同意见的权利。现在我不说话，并不代表我同意和默许。我明天可能会反对，今天我查资料去，对吧？我把这个权利保护起来，在未来可能会就反对。你看，留着为了将来使用，用这搭配。甚至由它稍微派生一下 ，reserve 是可以表示预定的意思吧？预定也是为将来使用嘛？哎，有这么意思派生的。比如说，我预定一个二人桌。今天比如情人节，我打电话 ，Hello， I'd lik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two。Reserve a table for two， 预定一个二人桌。今天晚上我们要用那桌子啊。注意，就不用说 a table for two people 了，那 people 是废话。为什么呢？那不可能二狗桌嘛，一定是二人了。people 就甭说了，十人桌 a table for ten 就好了啊。英语中要简洁啊。咱们做一道说服题，请翻书，在25页的第10题。好，跟老师一块打开书，25页第10题，咱们来看这个第10题。他说 ，The head was carefully preserved， 这个脑袋得到了仔细的保护。It was 应该选哪个 ？A。Be well done， 做得不错，这个不对。B be conserved， 它让数量不减少，脑袋一共就一个，这怎么会再去减少嘛？那么 C 呢是保养，是维护维修，地下没人维护它。D 对了 ，in good condition， 处于良好状态，这个对了。咱们再看当年一道大学英语6级的真题，也考到这个词了，只不过考的是名词。我们看一个选哪个啊？他说。The old building is in a good state of 什么 ？Except for the wooden floors， 这个老的建筑物，
除了这个木头楼梯之外，处于保存完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看选哪个 ？Observation 是观察、观测或评论，这根本就不沾边，是吧？观察、观测或某人发布的评论都行啊。B、C、D 都是保护。Preservation 处于良好状态 ，Conservation 数量不减少 ，Reservation 为了将来使用。大家应该看应该选哪个？它表示状态不错呗，保存完好的状态表示质量不下降。一个大楼怎么减少啊？我没有说现在没住人，为了未来去住人呢。状态处于良好状态 ，in good condition。选 B，preservation，preserve 的名词，这是正确的啊。好，这个脑袋肯定是公元前五世纪，当年已经有1000年之久了。所以后面说 ，it was very old and precious even then， 在当时是非常古老、非常珍贵了。因为当年已经是老古董了，1000年了啊。这个注意这个宝贵的这个发音，咱们注意不要读 precious， 好多人把这 i o u s 读成 earth， 不对啊，没有字母 r， 舌够这个舌尖是不能够回来的。在美语中出现字母 r， 舌头够回来，像 star、sport， 没有 r， 舌尖不能够。这个别读 precious 啊，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precious，precious， 不要勾舌头。你看我们在《指环王》中，很多人贪婪地拿着那个戒指 ，It's my own, my precious， 不能说 my precious， 不能勾舌头。再看几个例子，你看这里面都有这个 ous， 第一个紧张的不要读 nervous， 第一个 ner 是正确的，但第二个在美音中发大声点没 ，nervous，nerve，v，v，v， 不是 ver，v， 再来一遍 ，nervous，nervous。再看这个紧张的、焦虑的、焦急的，不是 anxious， 我们大声点 ，anxious，anxious， 注意这个 ous 不要勾舌头啊，这个发音注意。在当年已经一千年之久了，已经很宝贵了。对，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身首异处，相差1000年。但是下一句话中揭示了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咱们看是怎么一个有趣法啊？他说。When the archaeologists reconstructed the fragments, they were amazed to find that the goddess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modern-looking woman. 当这个考古学家把这碎片儿重新拼起来恢复原状之后，这个 reconstruct 表示使恢复原状，拼接起来恢复原来状态，这个知道就行了。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女神原来是一个摩登女郎。They were amazed. 这个 man 叫使某人惊讶，所以惊讶地呢，人做主语用被动，后面那个 to find 惊讶，后面的 to do 当然是原因状语了。我们知道动词不定式在句中做状语，无外乎是四种。动词不定式做状语，无外乎是目的、原因、结果、条件。在这里当然是原因、目的、原因、结果、条件。在这是原因状语，因为发现这个东西而惊讶，但是使惊讶的词特别多。首先 ，surprise 这个词是最通俗的，也没有任何场合限制，就是让某人大吃一惊、使惊讶，没问题啊。但是还有一些使惊讶，我们在新概念二册就出现过这么一个词，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stonish。注意这个字母 t 要浊化，我们再来一遍 ，astonish。这也是表示使惊讶，但这个语气呢特别重，它强调 because of something unbelievable， 因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不可能的吧？不敢相信耳朵，不敢相信眼睛，因为难以相信的事情惊讶，用 astonish。你不信，咱看一看第二册的第46课，第46课里面有这么一个句子 ：He was astonished at what he found. A man was lying in a box on top of a pile of woolen goods. 这个工人打开了箱子之后，对他发现的事情大吃一惊。哎呀，这不可能的嘛！吓了一大跳，不敢相信。为什么呢？一个大活人，一个男的。正躺在这个箱子里边，在什么呢？在一大堆的毛织品的上边躺了一个大活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学过二册同学，就是一个大箱子特别重，从飞机运到目的地之后，大家嘎嘣嘣把这箱子盖撬开之后，哟，本来里边装的毛织品上面躺了一个大活人，这是为了这个不买机票藏在里边的。这箱子里这怎么会有大活人呢？不敢相信眼睛了，用 astonish 这个词特别贴切。你看，对词汇有精准理解之后，咱们看文章，体会能更深刻。咱们写文章，这个表达的效率能更高一些。那在本文中用的这个 amaze 呢 ？amaze 表示 because of something confusing， 因为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而惊讶，就陷入迷惑不解的这个状态，难以理解，搞不清楚，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个也好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把这个 a 去掉之后，这个 maz 这个 maze 本来就是名词，并不是中文中妹子大妹子那个啊。这个 maze 当名词表示迷宫的意思，而这个城市像个迷宫一样的 city is like a maze， 刚好一座迷宫嘛，进去就迷惑不解了。本文中强调迷惑不解的惊讶是对的，对吧？就是这些考古学家，哎，把这个碎片被拼起来之后，好几千年了，一看这个女神，那个眉毛，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儿，那个模样，穿个穿着打扮，一看就是 Lady Gaga， 这是摩登女郎吗？这怎么回事呢？大家想不明白，迷惑不解，几个考古学家往那一蹲，你挠挠我脑袋，我挠挠你脑袋，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也知道怎么？我也不知道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这个用 amaze 这个词用的特别贴切，这个用的对。但是我们到了十九课，会碰到另外一个动词，也是使惊讶，就是大声读一下 astound， 好，也是使惊讶。但是这个词呢，多强调把某人惊呆了，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反应，捏呆呆的发愣，惊呆了，用这个词。我们再读一遍 astound， 这个好记，为什么呢？因为把 a 去掉之后，这个 stound 这个字根它本身表示 stone 石头的意思。你看 stound 跟 stone 本来的从发音就很类似的，看到之后变成一块石头了，动不了了，被惊呆了，强调用它。咱们下面看看十九课的句子，在这个86页的16行到第17行，他说 The police were astounded when Mrs. Ramsey told them what she had done。 这个警方当 Ramsey 夫人告诉他他做的事情之后，这个警察们被惊呆了。这个书咱未来会讲到，老太太花了1000英镑赎了一只猫。这个1000英镑在当今看好像钱不多，但别忘记这是在1960几年的时候，这是老文章了。当时1000英镑能买一栋楼了，所以警察听说以后，这1000英镑说不出话来了，被惊呆了。你看描述的特别传神，你看对单词精准理解有助于咱们加深对文章的印象和理解作者表达的精确含义。这个本文中说惊讶的发现什么呢？这个 find 后面带是宾语从句了 ，The goddess turned out to be， 这是复习。咱们在第一课中就讲过 ，turn out to be 翻译成原来是这样的，强调出乎意料之外，没想到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被证明式是什么？大家还记得 prove to be， the search proved difficult， 这个搜寻被证明是困难的，这是被证明式。这个 to be 有也行，去掉也行，但 turn out to be 那个 to be 一定得加上。而这 turn out to be 一般强调出乎意料之外，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你看咱们看一个在爱情小说中常见的一个场景，我们经常说埃里克的女朋友啊，这个原来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哎，这个爱情小说常见，老套的剧情，对吧？ Eric's girlfriend turned out to be his half sister。 埃里克的女朋友原来竟然是出乎意料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同父异母，同母异父都可以用他半个妹妹。从血缘来看，半个妹妹，两人最后抱头痛哭，哎呀，都是咱爹当年缺的德，对吧？你看这个，在这就可以用，原来是这样的，可以用。原来是一个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一个摩登女郎。这个 modern looking 又出现复合形容词，这个得注意，因为好多同学又用定语从句了，啰嗦了啊。看起来怎么样的，用形容词加连字符，再加 looking， 看起来很摩登的，叫 modern looking 就好了。如果看起来很有趣的呢，大家都知道叫 interesting looking 就好了。咱们看是不是这样来说啊？请看158页的第17行。158页的第17行出现这么一个搭配，叫 an interesting looking carved dagger， 一柄看上去很有趣的雕花的匕首，看上去很有趣的叫 interesting looking， 构词法是一样的啊。类似的再看几个，像工作很努力的 hard working。也是形容词副词加连字符再加 doing， 对吧？很随和的平易近人的 easy going， 随和的没有架子的平易近人的，形容词副词加 hyphen 加 doing， 这个结构以后我会看到更多例子。然后描述这位女神像怎么个摩登女郎呢？后面说了 she stood 3 feet high and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s， 这个她不能说站了3英尺，这个不通顺，这个 stood 在这翻译成有多高，这个女神像有3英尺这么高。注意这个 stand 在这儿是一个联系动词，翻译成有多高，后面用数量词做表语。看例子 ，The tower stands 15 meters high， 这个塔有15米这么高。
这个时候后面这个补充说明的 high 有也行，没有也行，因为这个 stand 本身就表示有多高，后面那个 high 可以去掉。那同样我说我有一米八这么高， I stand 1.8 meters tall， 然后后面加 tall 了就不能加 high 这个词了。这个比较文言，用 stand 表示有多高是文气的这个书面语。如果在口语中呢，口语中大家知道一般都用 be 动词吧， The tower is 50 meters high 就好了，但 stand 比较文气一些。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比较文言的这种表示这个数量的这种系动词，比如说 weigh 这个词表示有多重， The boy weighs 50 kilos， 这个有50公斤这么重，100来斤。但是我如果要用通俗的场合，通俗场合可以用 be 动词吗？ The boy is 50 kilos in weight， 它的重量方面是50公斤，但用 weigh 这个词当联系动词比 be 动词要正式些。跟它类似的还有像 measure 表示有多长、有多宽、有多高、有多深，各个尺度上都可以用 measure， 这个词后面必须加补充成分了，要不然不知道是长是宽了，对吧？比如说看 The carpet 这个地毯 measures 5 meters long， 这个地毯有5米这么长，相当于 be 动词吧。通俗场合都用 be 动词的 carpet is， 但书面中用 measures， 这个 long 是不能去掉的，因为它可以表示宽、高、深都行。我们换一下，The carpet measures 3 meters across， 这个地毯有3米这么宽，这 cross 横下里是这样的，3米宽。这几个这个系动词都是书面语，可以同时记住，都是用数量词做表语。本文中是有多高，这个女神呢有3英尺这么高，并且怎么样呢，还是叉腰站立，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s。 咱们词汇中见过 rest on 是搭在什么东西上面，这是哪个动作呢？他的手搭在他的臀部上面，这么一个动作，哎，就是叉腰站立，手搭在臀部上。那你看这个是什么动作 ？Her face rested on her hands， 她的脸搭在她的手上，脸在手上，咱们叫手托香腮，手托香腮这么待着，托着脸嘛。总之搭在什么东西上，这很形象啊。手在臀部上搭着。并不是摸自己屁股，而是叉腰站立就好了。好，就描述后面进一步描述这女神，她说 She was wearing a full-length skirt which swept the ground， 她当时穿着一个用过去进行时，可以有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好像看到哎，穿着这么个衣服用进行时有一种现场的感觉。她当时穿着一个 full-length， 就是一直能把腿和脚都遮住的这个裙，叫 full-length skirtskirt 是个半截裙，如果用 dress 呢，这个 dress dress 一般是连衣裙，不拉紧。这个 skirt 是半截裙，一直把脚都盖住了。后面再加定语从句，他怕读者不明白。Would sweep the ground， swept 来自 sweep， 就扫地那个词嘛。裙摆一直扫到了地上，拖到地上，就一直把整个腿都挡住了。后面说 ，despite her great age， she was very graceful indeed。But so far, the archaeologists have been unable to discover her identity. 尽管她的年龄特别大了，好几千岁了，但是这个女神确实非常的优雅。但是迄今为止，考古学家还不能发现这个女神的身份，就是代表的是何方神圣。这个 despite， 这个是一个引导让步的一个常见的介词，叫尽管 despite， 它的同义词还有 in spite of， 都可以表示尽管，但都是介词。还有一个比较大个儿的叫 notwithstanding， 也可以当介词来用，叫尽管。那么这三个都在后面可以加名词做这个宾语，但是如果跟一个让步重语从句呢，就得跟名词了，就得跟用连词了，连词加从句了。连词的尽管有很多，比如说 though， although， 还像 even though， 还像 while， 都可以表示尽管。但注意，我们一般不用 even if。如果 even 后面加 if， even if。一般后面是跟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咱们翻译成即使或就算，但 even though 跟 although while though 这样的词，一般是跟一个事实叫尽管，所以尽管跟虽然不尽管跟即使不一样啊。even if 咱们翻译成即使或就算，后面是跟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这样一个情况，而尽管呢后面是事实。比如说对过有个女孩子，那我说尽管你是个女孩，但是你比男人更加勇敢。这是对的，我不能说即使你是个女人，这女的非抽我不行。为什么呢？她本来就是女的，所以 even if 是假设， even though 是事实，
even though 相当于 though, although 和 while。注意这个在写作中注意啊，尤其在逻辑性比较强的文章，这个别用错。但是我们介词也可以把它改成连词，怎么改成连词呢？这么改。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尽管有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我后面加 that 引导的同位从句做前面这个 the fact 的同位语，做什么事实？做事实的同位语。这样一来，这后面可以加从句了吧？那么它的用法，从用法来说，是不是类似于 although, even though 的用法了？或者用这个 despite 也行。Despite the fact that, 尽管有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后面加同位从句都可以。但是大家记住，这种介词加名词加同位从句这个结构可以代替连词，但注意这个结构只用在书面中，口语对话不要用，写作中可以用，口语对话没有人这么说。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没人这么讲话，一定用在书面中就好了。咱们有据为证啊，你不信咱看一看三册里面，这个有说服力啊。比如说咱看236页第二行到第五行，236页第52课的第二行到第五行，他说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bottle is tinted a delicate shade of green, an observant visitor would soon notice that it is filled with what looks like a thick, greyish substance. 尽管有这个事实，后面可以加从句了，尽管这个瓶子呢染上了一个淡淡的绿色，但是一个比较敏锐的观察者，一个访客立刻很快能看到这瓶子里装满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粘稠的灰了吧唧的东西。尽管 Despite the fact that 用在书面中是可以的，这个用法在第四课中还会见到有类似的用法，只不过呢在第四课中就变成原因状语了，咱们在未来会看到。但是 so far 就迄今为止，这个是常识，出现 so far 咱们一般用现在完成时，就迄今为止到对现在有影响了。后面果然 the archaeologist has been unable 用完成时了 to discover her identity 还是不能发现她的身份，就是 which goddess it represented， 她究竟代表的是哪尊神圣，是哪尊神，现在依然不能被发现。整个文章在最后揭示了谜底，这个发现有趣在哪里呢？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身首异处相差1000年，第二一个是这个女神好几千年之久，结果看起来非常摩登，就像 Lady Gaga 像麦当娜一样，这是有趣的地方，但到最后才揭示谜底，而且依然在后面留了一个悬念，女神是谁呢？依然让读者意犹未尽，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去模仿啊，去体会一下如何写出引人入胜的叙事类文章。你看作者这个思路是什么啊？上来文章开头先制造悬念，做出了个有趣的发现，读者哎，怎么个有趣法啊？咱们人这个人都喜欢看有趣的事儿，对吧？下面层层深入破进这个主题，先说古城，然后古城里边的庙宇，然后到庙宇里边的殿堂，殿堂里边发现有神像。那怎么个有趣法呢？揭示谜底哦，故事达到高潮，身首异处是一个有趣，摩登女郎是另外一个有趣，然后到故事的尾声意犹未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神像身份依然未知，是哪尊神依然不知道，整个文章写得非常有趣味性。如果咱们写文章上来就说为什么有趣，这文章下面第二段没人看了，非常精彩的文章，老师把细节已经讲清楚了，但讲清楚之后并不代表你马上就会了，而是老师李老师更会了，李老师又复习了一遍，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记住李老师说的，英语不是知识，是一门技术，光知都不行，必须得会。怎么会呢？一个字，熟。请大家多次复习，大量的反复听，直到印到脑子里面才好。好，第三课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